上下楼梯膝盖痛，恐是髌骨外翻作祟。抬脚三口诀，减缓髌骨压力。这个动作可以强化膝关节的稳定度跟大腿的肌耐力。髌骨减压手术，伤口仅1公分，当天即可复行。调整这个髌骨关节的位置，减少局部的压迫跟疼痛。智慧人医守护爱，带您减轻髌骨负担，告别膝盖疼痛。